是铁道的先拍摄的，我在2008年1月17号美术馆站17:50所拍摄的是3248次用沙线好新竹的微笑圈的845加上1846微笑圈的在新竹，是啊，美术馆站实际影像。人像片看完的人都点不到激光片，人家都点不到。3248次叫三线好行的85加1846微笑圈的在新美术馆站准备上。下面的完成都点不到激光片，3248次进入三线靠新竹的185加1846微笑区间车站美术馆的第一条线杆，下面的完成都点不到激光片，人家自己报。